青春没有售价，环岛就在当下 ，Go Go！ 身为台湾人，一生中怎么能不环岛一次呢？骑车环岛八天七夜，冲啊！第一站来全台最北的富贵角灯塔，这次环岛我要把台湾的极点全部收集起来，极北、极东、极南、极西，我来啦！午餐来基隆吃排队名店天天鲜排骨饭，我超爱这个蛋液，排骨吃起来还 OK， 但没有到很惊艳呢。那我们继续骑车，经过了九份的阴阳海，海的颜色一黄一蓝，很酷。然后就到我们的极东公园啦，台湾最东边，我来啦！一路往南前往宜兰，来到全台最美篮球场，你可以一边打篮球一边看海，对面就是龟山岛，真的超美的。到了晚餐时间，我们来礁溪吃拉面，可以一边泡脚一边吃拉面，是不是没看过？我都惊呆了呢！我点了三星葱豚骨拉面，汤头浓郁，肉质软嫩，面有嚼劲，吃饱带你们来泡脚啦！太尾沟公园有免费的泡脚池，是真的温泉哦。你看很多在地人也在泡，泡完脚还咕噜咕噜的哦。晚上我住了一间很便宜的温泉旅馆，一楼有温泉池可以泡，老板挂保证是真的温泉水，空间很大很舒服，大推大推。想要订房连结的留言告诉我哦。环岛第一天从台北骑车到宜兰，明天会从宜兰骑到花莲，记得订阅我才不会错过哦，记得。